下来是去做一些改善，重点还是要把比赛专注的焦点在球员身上。嗯，杨敬敏、塔克、钱肯尼、李德威以及希克斯是今天梦想家的先发五人。在富邦勇士的部分呢，张忠宪、新特里、林志杰、赛瑟夫以及曾祥军，都必须要拿出来了。对。因为上场比赛双方的禁区其实得分方面没有差太多，是勇士队只比对手在禁区多得了九分而已，那这是勇士整季的一个优势就没有了，嗯，所以输球其实也不意外了。好，一开始的传球就是被对方压迫式的防守，曾祥军压迫 Hicks， 杨敬敏在三分外线再给 Hicks 四十五度角的出手，哇，一开始还是很准的，哇，延续他的球员是可以去拨球的，嗯，辛格特瑞球给小夫，上一响起 N1。现场从老师之外呢，还有过去他在文化大学的恩师，没错，李鸿琦先生。哇，李鸿琦老师这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裁判老师。对，多一个人坐台，希望少一点错误。是啊，肯定。哦，好，球到林志杰，林志杰，漂亮，速度带得相当快 ，Singletary 直捣黄龙，9-3，塔克老师三分外线的投射进。不浪费时间哦，对，没有那么粘球了，我篮下有机会了，好球 Singletary， 这球也是志杰哦，看到 Singletary 哪里，嗯，而且球场上这场比赛彼此的呼喊声音是相当大的，放钱肯尼投外线，结果被他投进，梦想家有着3.85%的三分命中率，而今天的前三个 field goal 都是三分外线，小夫马上还以颜色，投外线，他可以投的。这边李德威其实也可以投，尤其是第一场的时候，掩护之后，哇，来了来了，对，火锅伺候，塔克老师给到右边钱肯尼底线的埋伏出手 ，nice， 哇，这个塔克老师传的漂亮，五个三分球的 field goal， 这可能是塔克老师在第一节持球最长时间的一个半场的阵地战，硬打，终于在乱军当中挑篮不容易，辛格特瑞第二波的攻击有了。球队一路领先到中场，价值连城。对，高吊球给小夫进来了。好，后面是蔡文成在发球线的出手，球弹进，哇，这个假传真投啊！周桂宇也来到场上，剩9秒钟、8秒钟，第一节要结束。哦，这难度很高，孟雪。小夫打在他腿上失误，哎，这边一个3-1，王口自己来单挑林书伟，孤立无援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哦。你看这边，绝对希望他打进去，或者是那个时候球队都是找大的洋将，是，哎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哎，梦想家刚好是找的比较一个龙力棒，阿敏再抓到，阿吉的机会出现在外线，有把握住了，哎。地板球，林书伟 ，nice，good pass， 哇，这个来给看一下重播，这个完全就是回到场上，张忠宪一个左侧的切入，轻松射门，往右边，好，这个时间转移到弱边给塔克老师，塞进去，脖子好球啊，塔克，都有得分记录，又是小夫再进来了。其实这个也应该接触了、哦。哎，小夫又切进去了。对，这球一样是 cross out 的。博智的速度在瞬间移防这边，所以这个禁区的对阵呢，王博智现在看慢慢打回来，哎、好球，又是塔克传给他。对，你守不住，那你起码你小。中线 ，Singletary 三分外线出手。哇！为勇士送上。九分长，张忠宪向右带两步做近距离有 MVP， 阿敏接球，所以阿敏接球时间蛮长的，他也做到赛前所说的，他有点打一个这个控球后卫的感觉，在三分线外，张忠宪，阿敏犯规定算了，对 ，Singletary， 哇，也会进行三分球，总冠军赛状况最好的球应该就是他，三分球都是他们洋将所投进的，今天基本上就是以禁区攻击为主。塔克老师在坦克的掩护下投进，中线的切入没有，小夫相当积极抓到进攻篮板，给到简伟如 ，Right open for three， 简伟如又抓了一个篮板，
这个传球被杨基敏识破。系列赛第一战呢，阿米呢给很多这种对方还没过半场的超节。哇，杨基敏这几场这两场的这个，这边应该会单打了。张宗宪飞的位的出手进，非常的兴奋呢、啊。蒋家的手上，哇，要失误了。好，还有时间，剩下两秒钟。左边的上篮得分，蛮新的 Terry。前场的胜利呢，也终止了富邦勇士在主场的八连胜。哦，这是塔克老师战前防守的超节，超节之后贴在对方身上，而且是面对七尺长人。就打到第四节可能会有点麻烦。对，第三节才开始一分钟而已。三分外线突然拔起的 Singletary， 今天够准，目前拿下19分。又超球，超到之后 Singletary 可以一条边，他应该自己上了，直接来。优势的又被 Singletary 这样子哦，里外这样子。哦，哇，要觉醒，对，要觉醒。这个球非常关键，你不可能。就是 Singletary 瞄篮之后送到小夫的手上，哇，外线一记三分。这两个你看，191192，对，哇 ，nice， 关阳这样的连线配合，对。其实你看这球，其实德威就守得很好，嗯嗯。直接大转身，有，只是38岁的野兽，现在背上背了四个小孩，哇。钱肯尼得分，上场比赛他们的板凳得分其实表现不错，有25分。对，快没时间了，钱肯尼，哦，好球，有点加一点也没办法管。目前还是20分以上的差距。张宗宪，哇，这个切入够犀利，从三分线。今天塞瑟夫对德威的防守也是逼到三分线外。钱肯尼再得一个，孟学赏他一波，德威赶快换回来。哎，但 Singletary 也不好惹，切入到禁区，真的不好惹啊！这七秒钟又给小夫转身的出手，红心球，右边，哎，来一个抛投，哎，还好篮底下有 Hicks。哎，李刚右边仰，张文鼎是破区域相当具有经验的选手，在发球线后面马上，哎，盯着高调，李德威一个转身，哦，那是第一中锋呢，面对曾祥军来一个转手勾，好，球救回来，梦想家转换进攻，哎呀，德威直接投桃送李了，前面只有大房东一个人回防，给到钱肯尼，哦。中线来得很快哈，走，再给 Singletary， 哦，对方倒地，中距离有，野兽找不到队友传球，索性自己投了，哦，哇，好球啊，中线的拉杆，哦，哦，吴松伟结尾一个传球就发生失误，哇。小跑车上来就得分了，对，还好我口把塔克老师撕掉，好球，哦，这是新的双方互换分数，德文鼎三分外线一大步投偏了，打好三分，喂 ，Singletary， 哦，哎，哦，这球脖子有点客气了，对，陈正杰终于进了，今天的事实上还有6分钟比赛才结束，但是至少这段时间呢，看起来许俊哲教练是放弃了。哇，中线投球运气也不好，他今天如果再输的话，等于他最近上场的7场比赛，球队都输全输稳。塔克，哦，哇，少林功夫基本动作，对，再找射手，不要辜负老师啊，哦，老师对你的期望。好，田伟如的三分外线，有喊到名字他就进。
哦、oh. oh. 陈正杰，哦，塔克补进。好，最后的几秒钟，勇士队主场的球迷呢，终于可以非常开心的看到他们把这个系列赛给扳平。许晋哲教练呢，在两天前 Game One 的输球，当然除了对于裁判的判决有些意见之外呢，他对自己子弟兵的表现也不是很满意。但是今天，让对方的分数呢压在只有82分了。